大家好，我叫苏南，就读于西华师范大学。今天我将与大家分享我与西华师范大学的美好学后。我的大学有24栋公寓，我住在22号宿舍。我们是用招摇卡进入宿舍。我们的宿舍有电梯，这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。我们的宿舍每个房间都会有空调和带热水设施的连接浴室。学校为留学生提供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设施。例如配套先进的健身房，洗衣房，配备所有烹饪用具的公共厨房、冰箱等。离我们宿舍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食堂，在那里我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吃到各种健康食品。小院内外有很多商店和超市，我可以从那里购买日常必需品。我还可以在网上订购日常必需品，然后在小院内储货。在这个大小院里，学生可以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。大学不仅提供优质的教育，还提供非常健康的学习环境。我们学校有室内和室外体育场，学生可以在那里踢足球、打乒乓球、打排球、打篮球、打羽毛球和进行各种运动。我在这所大学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之一是一群好朋友。这所大学教会了我如何说，是如何独立生活。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成熟。我希望我从这所大学学到的知识能运用到我的个人和工作生活中。
热说大学的自然美景，与他用语言表达。从小我就是一个自然爱好者，来到热说大学后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，我爱上了热说大学。完成本科学位后，我还想在热说大学攻读更高的学位。